大家好，我是困难，这一集是时控之塔。好，那昨天我们是爬到七至五十四层哦。好，那今天从七至五十五开始。好，排名又往下掉了 一名哦。好，又被他追过去了。OK， 那直接开始打。好，一队是来看一下他队伍好了。四人阵跟三人阵哦，好，其实这样这关有八神的话，应该换上百草会比较好打，因为一开始满怒就可以直接控两只哦。好，不过应该也没关系啦，就大概打一下吧。好，我的这个马卓雅残血了。然后被我的傻白的护盾给暂时保护住了，那等一下就可以就是免死一次，看他们丢到再丢到一个大的，如果丢到一个大的话就蛮赚的，看样子是没问题啊，有问题，因为被这个穷给沉默了。好，前排被我推掉了。我が心は決しております。好，这个回合先把这个八神给清掉，那就会没有悬念了。好，直接跳过吧。好，这个是极限流哦，然后前面这个是什么？梁吗？龙？好，对，龙，它会带有反伤哦，所以蛮麻烦的、哦。女高可能刮过去就没血了，有没有？好，没关系哦。因为他暂时应该打不到我的女高、哦，好，越打女高血越少，哎呦，还好他没有去打那个女高那一列哦。好，先赶快把他解决掉，不然应该会很麻烦哦。好，我猜应该是打不掉，因为他的血还有蛮多的，然后女高这回合也没有大招的话可能会清不掉。好，至少控制住了，还 OK。 好 OK， 哎呀，哇，这样子应该是输掉了对不对？这样子应该是有可能会输哦。好，跳过，输了。哇，那这样子有点难缠呢，因为这样子吗？可是这样没有体系哎。因为我不想我的女高被打到，因为被打到等于就没救啦。好，那我上一个淬击好了，这样子让他普通攻就被打死的话，应该就女高就会安全一点哦。这关要拼一点运气哦，因为我并没有碾压他哦，他这个反伤非常的难搞啊、哦。哇，银哥还息怒、哦，
好，他们把我的音乐打掉了，那是我乐于见到的结果。因为这样子，他们等一下就打不到我的女高了。因为这两个都是猎弓哦，所以蛮难搞的、哦。好，不错，这个白炉都有抵抗到。哇，我觉得好像打不赢哎、欸，会不会打不赢？哎，一直围殴我的一只哦。好，女高应该打一打血就会满了。打谁比较好？好，我觉得打他，他血应该比较薄。哇，怎么会吸不了血啊？为什么？照理来说，吸这个天赋里有10%的血，女高应该会满血的啊。好，偏偏战神魂是缩小罗拔、哦，但是算了，先集中火力在同一只上、哦，因为现在是有点打不赢的状况哦。好，无界也撑不住了。哎呀！好，剩下一只罗巴，我两只失误之子的跟一个罗巴怎么挑、哦？哇，这局应该是我目前打到现在觉得最难的一关了、哦。好，不过对于女高来说，罗巴好像没有非常强。好，那应该是打得赢哦，没有问题，因为我看到他打出来的伤害就知道他是打不死我的两只角色的、哦。有没有？完全是 OK 的。好，还好还有我这两大核心哦。哇，那现在每一关都要打得谨慎一点了，因为强度越来越高了，不然白打一次就要多花很久的时间了。哇，五个暴击，库拉真的是越来越会暴击了。好，清掉一只。啊，其实应该先打海盾的哈，好吧，没有关系啊，因为我是觉得他如果清后排，万一直接把我一只爆死就麻烦了。哎呦，还好，还好我的 K 撑住了。好，这次要先打这个海盾了。
啊，大招顺序放错了，应该要先放傻白哦，因为罗拔会帮这个 K 给加攻击哦。哇，一个大招秒杀我的炎客，然后两个大招傻白依然纹风不动。好，又形成了就是我最满意的三角阵哦。好，傻白也快撑不住了。好，傻白千万不能撑不住啊，他撑不住就完蛋了，后排会马上瓦解掉。好，再回了一点血哦。好，看来是没什么大问题了，因为两只对面的角色也都残血了。好，那其实我用影哥也没有差啦，因为我的泰力也是很弱的。哇，又是这几个极限流哎，但是这次又多了一个板爹啊，板奇老爹，那感觉又难度又更高了一点哦。好，一样，我希望他们先把我的影二先推掉，这样就可以确保我的女高不要被反血反到残血之后被带走。好，直接打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的女高并没有在残血的状态，扛住他一发大招肯定是 OK 的。好，但是可惜了，我的女高差一点点才能满怒哦。哎，这个回合又是他的这个暴气回合。好，先打罗巴，罗巴血比较少一点。哎，石像被打破了。好，但是也没差了，因为要赢了。难道他的这个小百合能够一挑我四只十五只子吗？好，不可能的，直接打爆他。下一关有包是不是？好，可以啦，可以啦。好，感觉恢复流哦，那也是蛮难缠的感觉哦。
好，之所以 K 恋动会打这一牌，是因为我要让狼特炸中间哦，让他爆炸一下。好看能打多少伤害哦？哦，好像也还好，应该快500，400多。因为狼特实在是很弱哦，30几万的战力而已哦。哦，还好哦，他只能够补前排哦，因为是没有觉醒的雅典娜。我が心は決しております。啊，差一点点。等下包子又会自己回血啊！好，先把包子干掉好了。虽然我觉得现在打的伤害点下都会被他补回来啊，不过看看吧，看他到底能够补多少。好，但是傻白控他怒了，所以他准备要被我带走了。好，跳过。没悬念。好，这个我也直接跳过了，因为这关也是轻轻松松啦。好，7-58。哇，三神器的主人哦。前几天我无聊的时候还在看这个关于拳皇酒吧的历史啊，因为我对拳皇酒吧的历史其实好像不是很熟哦，不是拳皇酒吧啦，就是拳皇的整个历史哦，但是我才稍微看了一下下哦，有没有人有分享什么比较精彩的故事内容啊？比如说谁跟谁有什么八卦啊，还是有什么精彩的内容？因为我才看大概几十分钟哦，因为我知道这个拳皇的历史是非常的多的哦。那我并不是非常了解啊，那我相信有些人玩这个游戏应该是因为小时候就看了很多关于拳皇的故事啊，所以应该会比我了解很多。好，希望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哎，怎么又差一点点啊，气死。好，其实打时空塔也没有什么啦，就是其实也就是上来跟你们聊聊天哦，因为其实打这个塔我也不是说很爱打啊。好，我升了一名哦，升到第十名了。好，准备明天搞不好就可以追到第九名咯。好，不错，这几天进度还蛮 OK 的哦，马太哇，情侣档哎，两组都是情侣档吗 ？K 跟库拉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姐弟、兄妹还是情侣？这个我完全没有他头绪啊！我只知道 K 好像是复制人，是不是啊？就是他的在漫画里的定位啊。好，我真的不太清楚哦，如果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吗？好，沉默住了这个玛丽呢，然后又控怒了泰利，好，非常好。好，我觉得他的 K 很可怕，等下可能会直接爆死我一列，至少后排会倒，那前排这个傻白应该是不会倒啊。控制他，哎呀，控到别只了。
哇，伤害不怎么样啊，那我就直接跳过了。那库拉连我的 K 的盾都没有打掉，那更不用说这些比较配角的角色啊，我是完全不清楚他的来历啊。我只对于这个三神器的主角有稍微看了一下，然后 K 是复制人，稍微看了一下下而已。因为我也不是特地去看的啦，我是刚好在这个社，也不是社团，就是一些我 follow 的网页，他有做一个分享动作，那我就稍微看了一下下而已。好，先干掉这个香橙好了。哎呦，还好、哦、这个女高隐身跑走了。那回来等一下就有一发大招可以丢了。好，今天我这样子跳过蛮多场，然后一边跟你们聊天，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好啊？因为我感觉一直打也蛮耗时间的哦，就稍微打一下，然后跟你们聊一下。那我们现在也拍了大概23分钟了。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吧，各位，拜拜。